我好像被扔出来喽！哇，对面有人，没枪，不跟他打，保住小命儿先。好了，有枪，M76。但是我没脑壳呀！前方有危哎呦我险！妈，这个麦！兄弟，先发育一下我壳。没装备，这装备打啥呀？用脑壳呀！有没有脑壳？哎呦我的天！不行啊，没脑壳。哦，好了，有了，easy 脑壳，Let's go。这边有人，这边几把枪声。你真走运。三个都在我这儿吧，我怕左边来人，先往这边跑。先这儿加个药。奇怪，打完去哪儿了？全死，兄弟，哼，我才是我们队的王牌，好吧？没想到吧？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哇，肥，太肥了！看一下啊，这个丢一点，帐篷。
谢大家都超火，感谢大家。掩体，我知道呀，他怎么做掩体？我现在用了是不是就没了？等到后面的时候看一下。啊，竟然可以捡帐篷，好玩。我看他描述是，攀登者帐篷可作为掩体，关键时刻估计可以做掩体。谢豆苗的超神卡，柔神卡，谢豆苗。嗯，先存着吧，但是我又怕我死了。谢谢大家的超火和柔神卡，我要是死的话那不就尴尬了。哦，今天星期一，突然想起来我又有任务了，又要开始变宝灯攀登量主播了。哎呀，太难了。又要宝灯了，大家好，我是渣渣灰。你要办卡，你才能送超火，就是办那个超级粉丝卡。我不是。不是你还在看我直播呢？你是小姐姐还是小哥哥呀？男的。哦，我是男的呀。哇，前面有辆车。你一个人这么嚣张。我以为你多少人呢？你一个人敢停车打我？不搭理你，浪费我时间。我先去 P 城逛一逛。看 P 城有没有人？好 ，P 城门看过，有人。耶！刚是不是出现弹痕啊？嗯，车没油了。这人真惨，正好停车停到脸上。铁憨憨，哦，我听到其他地方有人，我停车正好停他脸上，我看见他，然后就把他打了。哎呦，那个人来了，就是在屁股后面一直追我的那个。我看到人了。
还没炸死你。不对，还有人。坐飞机来了。飞机来了，我脚步都听不见了。但是我总觉得还有人。哎，那辆车什么鬼？那辆车是不是那个？就是那个一个人的那个呀，那有个吉普车，看到没？我好怕有人阴我，就是那个一个人那个人，我觉得他剩下一个人，他肯定特别阴。你们看到那辆车了吗？我好怕守在那个房子里在守着我，但是他现在没动静。我会不会死啊？我好怕。我好怕呀。看到这辆车了吗？还记得那个要停车打我的那个人吗？哎呦，满油的，不管了，先走。逃生的感觉嘛，哇，这个房区有人，
一个。兄弟，我看到你了。哇，他也有帐篷。准备喝能量攻我，年轻，你打能量的姿势像极了爱情。他准备喝能量上去打我，你知道吗？烧死我！我们试一下帐篷吧，要两个没用。看一下啊，哦，是这样子，哦，可以做掩体，我去。帐篷可以打乱吗？真的假的？他怎么还有帐篷呀？哇，这么多帐篷呢？帐篷可以打乱吗？我试一下。哦，真的？那这没用呀，这帐篷。我不要了，又有什么用？那打两枪就没了。不要了，你们自己拿。哪有三级甲呀？一楼三级甲，真的假的？哦，真的呀！哇，你们眼神真好，我都没看见。哇，我巧没车了都。哦，有辆新车，我运气真好。哇，哎呦，远离这两个。原因是两车，有点恐怖。高楼比较好，看得远。哎呀，好，看到我，看到车了，我看到人了。哎呦！我看瞄了我这车技。哎，冲进来了！我看到人了，我的天！我怎么又掉下来了？哎呦！哎呦，没打到他，可惜了。刚刚那波车技太毁了，最好别在这里，楼顶有点危险。嗯，观察一下哪里有人，抽根针。又跑了，又跑到右边了。没事儿，无所谓，没狙啊，没必要跟他打。
完了，这个圈我肯定死翘了。就这个，咋突破？赶紧去抢房子。不能待，我一个人身上三四个人，我根本打不过的。你看，这个房子也有人，房顶有一个。手机有问题。我手机会断触。我刚断触动不了。刚差点死了，我刚手机断触了，你们看到没？我真的在那动都动不了。还有一个，哇！你们他妈属啥的？你们这队人！没丢进去，会打乱吗？但是用不了了。这地方火石圈了。我车停了哪儿？我车停了他们房间里了。哇，这群太恐怖了！谢我们家飞扬的柔声卡，感谢飞扬。我操！我怕这山上有人，山上打房子易如反掌。
关上，会安全一点，也只是安全那么一点，他还是能打我身上的。完了，来人了，有个人，有人在我旁边。就知道这里会挨打，那个人被他打死了吗？咋办？好尴尬呀、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！爬，去哪儿了？那有个帐篷，他刚刚是在这个死堆后面。哇操！这他喵这圈，哦，在帐篷呢。
哈哈，吃鸡了，能不能能？欢迎大家来到柔柔直播间，没点订阅的小伙伴给点播订阅哟，感谢大家！哈哈，哎呦，太强了，单四吃鸡。嗯哼，给你们抽个虎粮红包，直播间没有，这边有虎粮的小伙伴可以点击，是等一下啊。